Bathtub 分为 normal bathtub 和 massage bathtub。Bathtub 的款式有 freestanding bathtub、panel bathtub 还有 built-in bathtub。Bathtub 的材质又有哪些呢？Alkali 造型丰富，重量轻，表面光洁度好，保温好，不止很强的保温性，缸体比较深，能够充分的浸润身体，易清洗，天然环保，需要时常用清水浸润，避免暴晒。Drami 笨重易碎，已经渐渐的被 Alkali 取代，已经趋向淘汰喽。Cast Iron 比较重，不容易挪动和搬运，不容易挂脏物，容易清洗，保温好，放水时噪音小。Enamel Steel耐磨、耐热、耐压，使用寿命长，不容易挂脏物，容易清洗，不易褪色，光泽持久，但是保温不好。Polystone 表面光洁度高，保温性能好，强度高，韧性好，耐克抗压，耐磨性强，防霉抗菌，耐高温，不易脏污，易清洁，不老化，易修复。微小技巧，热火没法到。我是燕婷 ，Like and follow 我们的 Big Buff Fish， 让你了解更多 Buff and Kitchen 的知识。如果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可以帮我 like and share 去，我们下期见。大家不要走线，我们还有好康跟大家说，不管单多大多小，都有免单的机会。在八月凡购买我们的产品，我们将会在九月五日有一个现场直播抽奖哦。大奖将免此单100%，二奖有50%，三奖还有20%呢。所以记得赶紧在八月时来我们的陈列室或者我们的网站购买我们的产品哦。